这个温柔问候让来上课的老长辈好窝心。山林大爱园区的健康舒活学堂开课，量血压、基本检查后，同学们要分座位。75岁以上，来，哦，哎，两位姐姐，两位姐姐，70岁以下，哎，来，哦，啊，也手呢，也手稳得，咱请你坐啊。 80多岁、70多岁，大家欢喜排排坐。接下来，达人啊，又达人，包你不会听花言，点点头呀，厚脸皮，包你不会冤大头。自己满头白发，但是当起讲师架势十足，偶尔瞄一下小抄，带律动。邱金枝是尽量想口诀，让动作更容易记。来家健康舒活站，真正让人足快乐的，啊，看伊个会笑。 感觉讲做这个运动非常的好，第一点身体健康啦，啊，保持一下感觉，我的身体。动感让我是嘛老舒服的，啊，我那隔壁人讲有你脚手真好呢，我讲我拢来做这下运动的呢，你拢唔知。因为有互动，让老学堂好热闹。先前只开课程，现在邀请学员一起吃中餐，拎着餐盒的上学生活，期待社区长辈有尊严、快乐伙伴。 戴新闻真善美志工，白富美唐江湖，高雄报道。